那一直觉得自己用大理寺用大海参那一张的方式，到了今天还想打天下，可是已经被淘汰了。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懂得原来的社会有一个叫 PIMP 的东西，就是人智障性的。今天我一定有个人成功，我成功一定有我的方式，所以我才成功的感觉，你们知道？有啊，很好。所以说那个智障性的你们的例子来给我们这两点是 V I M P。我要讲快一点，因为我不是讲心态哦，我是讲快一点的点，让你们说一说。